我是东兴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好。欢迎大家吼，今仔日多一天，明仔载一天了吼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大官员啊吼，咱会晓做官无？会晓做官，也一下试一下。做剑吼，我嘛想讲做剑就好啊吼，但是吼，恁遮查甫的拢是做官。查某的来妇女会做剑吼，若去查甫的去酒店，有若是做官吼。所以咱做官爱注意啥物代志？哦，所以讲吼，咱即马政府官对不对？咱政府官管的是管人，管事管物。那么你要安怎管人？咱要管人的进程，爱先管家己，管好对不对？如果你若未做人，要安怎管人？所以这课足重要的吼。一般咱吼读到啥物博士、博班、博老婆吼，拢是坐遐听人讲对不对？咱即摆管人的时阵吼，是爱，毋是听人讲，是爱讲予人听。哦，虽然毋是徛伫台仔顶，你的命令嘛是徛伫台仔顶同款。你爱讲予人听，那么要讲予人听，你爱知影讲是爱讲啥物，人家听会落，听会介意，若无介意会冲突无？会吼，会袂爽快无？所以人际关系就是我甲别人。每一个人面对的拢嘛是别人，对不对？无法度讲我家己对家己，迄就是照镜嘛吼。所以吼，人际关系是足大足大的关系，你的前途，家己的一切。所以呢，这个关系是伫这个嘴嘛，嘴巴嘛。咱每一个人，伊咧代表伊的人格，代表伊。的一切能力，拢是毋是为行动表示尔吼，拢是这个嘴嘛。所以嘴呢是咱家的门，我拢讲，咱着爱门爱关好，有时会使拍开，有时袂使拍开嘛。所以人际关系上大的关系就是伫迄个口才啦。所以口才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恁大家有运动无？有。所以讲吼，讲话是足重要的吼。咱若是吼人际关系搞好，那么对你呢，咱就讲人际关系应该应用的吼，是面子，面子要如何卖？吼啊，这是人际关系最大的学问，处理得好，左右逢源呐。就讲一招失策，则进退两难。你如果讲唔对一句话，足歹收山的呢，甚至人恨你一世人，你就此前途完蛋会有吗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话是足重要的，人际关系你要安怎把它搞好？那么你若是讲你的人际关系打好，你的左右上下。都会当串联，大家拢看你足好，就是左右逢源吼。所以讲，安尼你到底都没有阻碍，未去碰钉子，然后可以顺畅无阻吼。你想安尼有重要无？人要安怎做官，做了会久，做了会长，你是不是会被人家拉下台？这个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为明仔载毕业了后，就是大官员。咱每天爱检讨自己，我该讲的话是啥物话，无该讲的啥物话。所以毋是像较早讲咱凊彩以前安尼小小啊乌白讲拢无要紧吼。咱因为即摆是代表台湾的政府，咱政府官，佮而且公务员的身份，所以在打扮方面吼。咱家己嘛爱提升自己，然后讲话要非常小心哦，袂使乱说乱讲的吼。我顺便想着一个代志吼，先煞交代咱
中午以后，咱有日本咱的贵宾要来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在穿着方面，啊，甚至讲拿来你敢观摩的是我们的姿势，哦，然后我们的厕所跟吃饭的地方，咱一定爱搁较哈，较小心一点哈，慢好人感觉不好的观感，因为咱哎阿伯就是必须听讲，咱要做日本人对哇。啊，咱是毋是讲要做臣民？啊，要做人的安尼记得无？是吼、哦。啊，即马，哎，迄是日本政府是咱的小弟呢。啊，做大哥大姐是毋是爱做模范？哦，所以在卫生方面、整洁方面，哈、哦，啊，即几天小注意一下。好、哦，今天到明仔载吧，哈、哦。啊，他们是到二号才回去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哈。哦哎，请大家人这点稍微注意一下哈。来，第二条就讲低调提升自己，乱世危机中反败为胜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说乱世？咱起码台湾的就乱，是乱什么？不是事务乱而已，大家精神拢就乱。是安那在乱？因为政策不好，大家经济不好，心情不好。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什么都涨，薪水都没有涨，啊，大家脾气拢足歹的，所以讲话要小心哦。哦，讲了无拄好吼，啊，本来就咧袂爽快啊吼，啊，他就会跟你吵架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咧，伫咱即静了后，也袂甲台湾人全部。经济救起来以前哈，拢是乱世危机啊哈，乱世危机，咱就是讲咱做前锋，你把甲咱的台湾民政府，甲人改革了后，咱来代理人民，咱爱做忍耐，而且很低调，提升自己来对待人民。那么没有人民呢？感觉讲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无同款，我拢讲哦，唔是要让百姓行一条尔，咱一定爱让人行两条，对不对？对。行两条吼，伊才会较有感觉啦。行一条无啥感觉啦，啊，所以爱让人伊感觉讲，哎，啊，咱全民的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吼，确实是亲民爱民。安尼对哦，那么亲民爱民噶，咱所有的百姓拢当作咱一家人，甚至人日本吼，做亲民一世啊，因为天王甲百姓拢算是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就是讲因为血统，就是伊的亲兄弟、亲姐妹同款。那么因为核心价值才会这么重。全世界上中的就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军队上强啊，那发前进绝对无后退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是日本人，咱古早嘛是安尼，啊，是这六十八年来吼，教教嘛不相同的，讲前进伊咧头走嘛无一定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无同款的迄个勇敢嘛吼，啊，现在的日本人嘛是一直无打去啊，啊，咱爱打。以前好的找回来，咱即摆就是讲，即摆这个中间呢，咱一定爱低调，啊，较忍耐嘞，咱来做好改革台湾，啊，把这个台湾民政府，咱来改做足好诶，做足好诶，咱才会反败为胜啊！反败为胜的工程非常非常之大哦。所以足无简单嘞，因为一个头脑吼，洗六七十年啊，咱要来改革过啊，咱爱足大的慈悲心，足大的忍耐心，咱才有法度来改革。所以咱家是前锋部队啊，吼，嘛是最优秀的人。所以咱就是一定爱做到以下这几点哈。来失控攻击往往是失败的前座，就是讲咱拢会讲台湾人即马吼，换一个位就换一个头壳哦，确实是有影的哦。
我看过真济哦。所以呢，咱爱家己知影，咱若是讲家己膨胀自己，啊，会当会去攻击别人的时阵，这就是你失败的征兆啊。所以讲吼，咱莫讲啊，咱坐到即位的时阵吼，马上膨胀自己，会去攻击别人。你会甲人吵吵了，哪怕你轻声细说，他也算攻击啊。所以吼，我伫咧食，人大家拢足弘扬食素，对唔对？讲阮无咧杀生嘛，吼、哦，啊无杀生就无爱自业，讲无爱甲人结怨嘛，吼、哦，无爱甲只动物啊结怨。那么我的比喻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讲你无爱甲动物啦来结怨，但是你逐天咧杀人啊。是哪杀人？你讲任何一句话去插着人的心嘛吼？你知道细胞会死掉多少？那是确实的，因为我行医五十几年，我研究的特别。人为什么破病？除去外伤以外，大部分啊，80%拢是来自于心情。所以呢，你若讲话无小心，去害着人来讲人。害到人的耳吼，安尼就细胞死亡啊！只，那么你讲无爱杀动物，啊，逐天拢在杀人诶。所以讲修道的人讲话爱搁愈注意这个口业啊，更重要吼。所以讲细胞是安那，它也死亡啊！只，咱人啊受到刺激的时候，细胞会死亡。所以呢，人讲吼，修道是以人道为主，旁渡无道。五道是旁渡的哦，吼啊，人道为主，所以咱人道一定爱做而好。人道做而好，就是讲你的礼貌，你的这个尊重人的随喜心，所有的嫉妒心拢袂使有，这就是人格。你的人格一定要健全，你才有法度进到道里面去。那么道是什么道？吼、哦，咱即摆毋是咧讲啥物教，这是。正常做人的道理而已啦吼，那眼耳鼻舌身意，你一定要操控得好。听歹听，你一定袂使讲，吼啊，马上就伫啊发牢骚。啊，看歹看，你马上反应，一定就是可能袂做伙一啦。所以讲，你一定要把自己调控好吼，所以袂使讲吼，马上去攻击别人。好、哦，爱是马上去批评别人，这是失败的前奏。那么咱无简单，足有福报来到这个台湾民政府做了大官，迄是受人不那些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。所以这个课呢，我会讲，哎呦，啊你讲这个课，太同咱政治有关系，你唔着爱教阮讲要安怎办办公，办事啦，你讲做事容易，做人。难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比那个做事还难啊！我做工哦，起码吃一回啊，我嘛是搁做袂做人的呢。很多人对我不爽哦，你知无？你要相信无？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注重做人呢，我足爱逐个人拢足爱我的啊，绝对卖甲我攻击安尼吼。但是还是避免不了，还有很多我讲无条啊，真是人太虚足济人哦吼。因为我可能有做过日本兵啦吼，啊，过来，那别人开刀以前吼，要先无情地解剖自己，就是讲你要骂人、要管人的东西，你要先想，家己有安尼无？你做会到无？安尼意思。所以讲你要替人提刀的是你爱家己清楚你家己啊。哦，你才会使去讲人，所以不能随便批评别人的艺术啦。哦，咱这足重的普通人是不是看到表面，啊，唔知影足清楚的时阵，啊，就随便讲啊，迄个安怎安怎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就是无同理心，那么没有同情心，也是伊有受着足大的刺激还是安怎？咱袂使看到表面，啊，就人批评。所以讲，读完咱这课了后吼，我们好好把我们的门关起来，安尼好无？好。需要开的是才开，啊无贼来走了吼。
来，做事不留情，但做人要留余地。就是讲，咱做代志的时，讲对事，理与情一定要相通，然后五分五分啊。袂拢讲你有鸟，我这就是安怎，所以我一定爱安尼做。伊无咧讲半点钱吼，就是绝情去对待人，这样也不能完美啦吼，嘛未圆满。啊，所以讲一定做人爱的留余地，不留余地，别人也会对你无情哦。好，那么你就造成真大的麻烦，而且无得到人的娱乐来讲吼，人就是别跟你配合啦，尤其你的左右手。你的下属，吼、哦，甚至嘞，你若无留这个情，连上司嘛不会疼你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承上启下，顶官嘛对我好，下底嘛对我好。所以讲，对顶官尊重，咱对下底嘛爱尊重，袂使讲咱对顶官尊重尔，下底就来乌白话。吼、哦，咱早期咱的习惯拢嘛，讲比咱较细，咱拢嘛打乌白话。但是咱即摆是大官呢，咱爱有金嘴哦，哦，是不是？袂使阁乌白话吼，话到咱的观感不好啦。虽然讲这是你的部属，是你的囝来讲，咱边啊听着不舒服啦。所以讲，人格呢就在你言语之中啦，啊、哦，所以讲一定爱注意。来，江山在老板手上，老板的手上，他有权利给你，你不能要。这什么意思？就讲，咱即马伫这大环境来讲，什么环境也好，尤其咱是政府。那么呢，在老板，那就是讲咱这组织我们上层的长官，哦，咱即马当地面对的拢是首长嘛，吼。啊，酒店监管呢？我们还有中央的内阁，伊个这个管理是伫伊个手头，伊会使乎你啊。但是要他心甘情愿给你，我们不能自己想要安尼意思啦。你家己要去讨，爱去争取，哦，有可能就较无好势。所以不要异想天开啦，就是讲不该去争取你不该得的。第一，你爱能力有够无？第二，就是讲你有够，老板是不是欣赏你？他有没有信任你？他是不是唯一？你是唯一挑选的人？所以，我们不能自己去要，自己去要，有时候会自己会受伤哈。这种要注意的，因为。咱伫这个大环境内底吼，即拢就爱注意啊。不争，有时候面对竞争时最高明的策略，咱就是讲吼，咱点点啊做，认真做。那么，这卖去争权争家，安尼反倒转来呢，是一个上盖好的策略。如果你有那个福分，如果你有那个能力。那么你自然的有，不用去争取，它自然会有哈，自然会有。所以呢，这是最好的策略，是不争。来，第八条，得意时保持清醒谦貌，比失意时糊涂行事，明智夺得哈。就是讲，咱即马那是讲。得到有很大的地位，咱有得意的时阵呐，吼，得意的时阵你一定爱清楚。足侪人吼，就是讲你得意的时阵，讲得意就忘形呐。得意忘形的时阵吼，就糟践去啊，糟践去啊！你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又会失掉哦。哎，比这个，那输意大家拢会糊涂那没事。没错啊，哈，形式名字多多啊，哈，你迄阵啊，哈，啊，所以也是你讲要加较聪明，搁较有智慧嘛，加起来嘛。但是你得意的时阵呢，就是袂使糊涂啊。
就是一定爱放聪明一点，袂使吼得意忘形，而且为非作歹，甚至咱来后摆来犯，都是定到就变的吼。咱就是不是变形尔，搁枪毙嘛吼。所以呢，得意的时候啊，你一定爱保持清醒，你不要去乱做，那么你就得到会失败哈。而且讲操之过急，做的将是会永远赔本的生意。就是讲，咱做一个代志，一定要沉得住气。你若赶紧来讲，古早人讲食紧的安怎？都半半啦。所以讲，伤过急，袂使。所以我们凡事要成功，都有一个时机在。你爱等个时机相适，那么你那是伤过紧，绝对就是流失去，就是赔本生意了哈。这是比喻啦，比喻在讲啦。啊，所以讲放眼天下，顾大局的人绝不会追求昙花一现的美丽。所以讲呢，如果有大格局的人，心胸开阔的人，他不会争那一点点的小利。所以好，争小利或是争一时，人家说要争一时，不如争千秋。所以爱较久长咧，那是不是咱那是诶，进前了后咧，我们四千人，咱四千人是免退休的啦。那么咧，咱做愈久，领愈多，赚愈多，对无？所以吼，无一起来就想讲要来赚较紧的，啊，要赚较济的吼，会拢去了了吼，这足注意的吼，哎，啊，所以来咧，面对危机，化繁为简。要沉得住气，就是讲，咱后摆啊出去，甚至咱即马伫周边，咱有一个团体。那么呢，你有遇到危机，常常都有啊。哦，人来看你袂啥顺眼，还是你讲即句话无啥顺眼，还是你即位有熟人要爱，那就有危机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迄拢时常会发生的代志啦，所以讲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就是讲吼，你若安尼，那你化繁为简，你就点点就好，点点以静制动，啊，看他要搞什么，你若跟他一起起舞的话吼，拢总乱起，你无法度处理，所以讲人际关系没有搞好，一定会下台。所以咱无简单得到这个官位吼，爱好好来注意这个代志，一定要沉得住气。所以呢，咱即卖人气特别大，拄啊讲过啊，经济无好嘛吼，啊，搁社会足乱嘛，看到报纸就想要生气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咱较幸福。我顶天讲来讲，看到迄群囡仔伫伫法院呢，咱爱想着讲，即卖遐囡仔呢，遐年轻。伊就想要爱台湾，那么咱即阵嘛是爱台湾哦。咱有像因遐团结无？因讲到头破血流还在冲呢。咱哦秘书长咱较幸福呢，一伊笔就甲奥巴马告倒去啊。安尼咱有较有福气无？咱唔免去。咱讲一伊笔尔尔嘞，秘书长一伊笔尔，所以咱是较幸福的即阵吼。而且我们走得出去，因搁行袂出去，像迄苍蝇咧撞玻璃啦。啊，安尼是毋是后壁的主事者爱负起责任？这若如果伫遐讲到老尾，老弟是恁的子孙，恁心肝会后悔无？所以讲不必要的损失啊，吼！咱用这个华语是真正很聪明的啦，来自于世界也是第一招吼，所以咱真正足大的福报。啊，咱爱好好的啊，把这个台湾民政府做好哈。来，十二条呢，面临巨大的危机，其实是人生难得的机遇。就是讲，你拄到歹代志啦，足大的危机，才让你
会当成长。人讲多一事长一智嘛，吼。拄着危机的时阵，你才知影这个重要性，你才会更成长，能够更懂事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卖甲歹事啦，动作讲啊，这去了了还是安那，就不能上去。我们不能上去，你就是要维持稳定、冷静的头脑来去面对。就是讲，关关难过也要关关过，安尼对不？哦，所以一定要熬过去，咱才会当做愈久领愈济嘛，吼。所以这是足重要的吼。来，就是讲小聪明虽然可以自保，却无法顾全大局。就是讲。很多人喜欢卖弄小聪明啊，哦，你若拄着代志，小聪明会当保存你家己，但是你无法度顾全大局的时阵，你还是会被淘汰。哦，那么呢，咱就是讲啊，你要把你的根基打好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踏踏实实，别卖弄小聪明，讲啊。这无问题，我瞧一下是讲，啊，无我都上一下，你也创些啥，那都是短暂的。你把你做人的基本的礼貌、基本的修养、基本的道德观念、基本的同理心，你把持到，哪怕一时失意，还是会顾全大局，然后还是会长久。好，来讲乱世出英雄。对手要的是乱，相对的你就是要稳啊。就是说当你如果嘞，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么多乱？因为中国教育啊，是斗争的心理很多。当咱派去对一个单位的时阵，明争暗斗一定会出来。那么明枪难是躲得过去的，吼、哦，案件是难逃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一定要练好功夫，心理准备。你有上过这课，后摆啊吼，认可不到，去到底，什么人要甲你整理，要把你拉下台，拜托来找我，我带伊瞧瞧咧就好哈、哦。因为这足重要的啦，你不要放弃你自己的职位。就是讲啊，为人就讲生气，讲啊，算了，我不爱啦。啊，不爱你来拍拼这久，去拍这地基来拍，了时间的哦。啊，搁而且无简单，伫内福报，哪会随便放弃？所以讲，一定要足有韧性，跟他坚持到底。耐心啊，嘿，对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哦，对，嘿，对，耐心跟坚持啊，对。对，拍起来跑啊！即个阿伯，阿伯读了伊就出师啊啦，吼、哦！啊来做好评估，以优劣分析，才能在暗流来袭前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就是讲，你即阵做评估没来做官，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，准备好你要坐哪一个位置。是足重要。如果你想讲，哎、欸，我要来带农会上无你农的吼，捌带过农会的朋友，你请教一下。啊，我是爱看啥物事，到时去遐，我是爱做啥物代志，要做好准备。啊，所以讲，你好个歹，迄个搭有啥物好处，有啥物歹处，迄个搭，即马目前需要改革。啊，来就是讲。在暗流当中来洗的时候，你特别你要做好准备，甚至就是讲哦，咱即阵的人际当中，咱住伫周边也好，啊，即马都有分啊嘛，啊，咱一个group内底也有暗流啊，哦，嘛是有人暗啊想要想想你的嘛有嘛，哦，咱讲起来敢若足恐怖，但是无讲，毋是即个代志就无啊，所以我们坦开。把真正的人际关系这个内幕，我们把它掀起来，当属性来研究，属性来准备。那么拄到任何上，啊，我伫
社会正几年，正五六十年，啊，拢互正袂死。人是讲安怎，甲我一个拢大生死。恁敢知影我爱什么办法？知影无？哦，一静自动吼，嘿，一静自动也是一步，这嘛是一步。我就是不理他，你知无？我从来唔捌同人吵架，唔捌咧同人比冤家、比长辈。他讲我什么不好，我拢该谢谢，拢该谢谢啊！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伊就无办法了嘛，所以攻不倒我，人就是讲邪不胜正。你知无？只要咱家己做正正正，外口遇到什么风险，拢总无问题。总是人讲吼，时间会澄清一切嘛，吼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人就讲伊袂倒吼，啊，讲话啦，讲句白话，就会破空啊，他自动会自己出去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绝对咱就是爱先家己。万全准备好哈，来，哎，第十六条，被打入冷宫，才站得住，高点看清楚局势。对公，当你被冷落的时候，咱拢有迄个时阵啦。哎，今仔日有人对咱袂歹咧。啊，无一定明仔载人吼，伫耳朵边啊讲几句话，啊，迄、那个人安怎安怎？咱台湾人呢，即摆乱乱伫底，耳朵轻啦。为什么会耳朵轻？嘴高牙尖啦。对，无智慧啦，自己没有头脑去判断啦，而且吼、哦、又不听两面，不会问清楚，不会调查清楚，直接就。听进去啦，洗脑啊！哎，对啦，咱台湾人吼洗脑洗到讲我们是中国人，对不？啊嘛听落去，啊无要调查看卖啊吼！啊讲我台湾人，佮中国人爱就是耳通听啦，无要去纠正啦。啊袂使，咱即马做大官吼，足重要哦。如果你耳通听，会害死足济人哦。哦，你耳通听，害死家己，佮害死别人哦。所以绝对袂使耳通听啦吼，但是你若因为别人耳通听，把你打入冷宫啊，你一定吼爱这样站在制高点去看清楚局面。足济人吼去用欺负伊，还佫搞不清楚我是安怎被排斥掉，没有检讨，而且无检讨，啊嘛无去探清楚。啊，佫怪别人嘛？你一定有对别人看袂爽快的所在，像我拢会检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无缘无故嘛会被栽赃啊，哦，啊被栽赃要安怎？你打入冷宫，被打入冷宫，这无可怕。你若想讲啊，我即摆吼，互你做副厂长，啊临时看看讲你袂使，啊无你做，啊无你做厅长，倒来讲你做袂使，啊其实是安怎？不是你做袂使啦，都阮家阁有一个人，伊要咧坐七位咧，会安尼无？吼、哦，咱比如讲啦，所以讲咱到对一个团体，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啦，啊，就有无公平嘛，吼、哦，是安怎？美国的全世界上强，他是平等嘛，他伊的主张就是自由跟平等嘛，所有的无平等拢引起纷争嘛。诶，安怎冤家拢是不平等嘛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人诶，对人一定爱平等啦。啊，你讲这平等，大部分诶人拢无平等啦。因为安怎？这阮兜诶人，这我诶朋友，这我诶上嘛，是我徛伫台上嘛。我拢讲，如果咱做大官诶人呢，逐项拢养顾着你厝诶人，啊，别人。都不会感应哈，没有适才适用哈。你大厝做家长就好啊，家长是咪拢顾因迄家尔？那么咱就袂当做搁较大诶，讲啥物长啥物长哦，那个你要照顾更多人啊，哈。所以讲这拢爱注意的哈。那么哈，
你就是讲被打入冷宫不可怕，但失事的时候还看不清楚状况，终于一败涂地。就是讲，当你若拄到上司，甲你消灭，或是甲你移位，甲你降级，你唔免惊。但是你要清楚，你为什么会被荡下来？这讲大家人都会到的啊，因为咱今嘛吼是金正时代啊，我们也不是说一般吼，啊你卡这个位就永远卡这个位，咱有可能是调来调去啊吼，啊咱的卡气嘛啊无够，啊你讲虽然讲打入冷宫呢，啊不见得冷宫，咱有的人是讲吼，哎。去有拍了，到了后，到会跳入关啊，嘛不一定啊，哦。所以讲吼，你爱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原因，到底搞得一派糊涂涂地啦，一败涂地哈，就是无法度搁变起来啊。从此你就离开这个团体啊，安尼是真可惜哈。来，就是讲你是否在失宠？的关键时刻要清楚地知道，这时你必须创造一些能彰显自己能力的价值。哦，这得要安怎讲？这就是讲啊，你失意无互疼惜的同时，爱互换掉的同时，你家己会当把你的能力提起来，让他瞧瞧，我嘛是有用之才啦。哦，所以要彰显啊！你没看你修呢，那没看你辩论，你可以凸显自己的才能，让他瞧瞧，也许他不会把你打到底，这足重要诶。因为吼、哦，我伫社会混不哪十年，不哪十，什么团体拢有入去哦吼，所以这是足重要诶，让他瞧瞧，哎，你的本事还是不错，修养还好。一，为了拍摄他还会有保留余地，不会把你打入冷宫，而且让你不能超生哈、哦。来，第十九，认清自己的角色比提前起跑更重要。哎，足侪人就是讲一开始，吼就好冲的对不对？就好表现的呀、啊，那么是短跑见效。短跑呢，后壁伊没有力气啊。但是你就是认识家己的角色，你到哪一个部门，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，你要认清。那么呢，不要搞不清楚啊。也许你比你的长官较高啊，哦。当你若是比你的长官较高，你不要骑到他头上去，你爱无人的所在。你才来纠正他的缺点，或是来改指导啊。如果你若众人的面头前假敖讲，哎，长官你这样不对，我即摆安尼安怎啦？啊，那你跑无头路呀。所以讲这个技巧上，咱爱足注意的哈。所以要认清你自己的角色，我坐伫啥物位，对，做啥物工课，啊，该讲啥物话，所以你袂使去改着。定时的批嘛吼，对不对？还是讲咱的同事袂晓，啊，你就讲假老啊，足侪人就在表演弄过，啊，包死的。哦，所以讲场子拢爱注意啊。你如果你足老，你要甲帮人输底下，啊，该教，他会感激你一辈子。总之你唔捌人情嘛，无要紧，我们的行恶善事嘛吼、哦。所以你的角色不适合到当众。甲头前的人踢去手，或是同事，哎、欸，踢到右下角，右下角一点，啊，右下角一点，右下角，啊、哦，哎对，哎、欸，过来来，就是讲，握住理智当剑柄哈，时间才是刀刃，就是讲，让。你爱把握你的理想，咱的理智啦、啊，才是你最大的武器。那么你的武器就是呀，你的这个刀柄不是刀口了哈。但是时间你爱弄得恰恰好。那每一个
代志，还是要讲一句话，要说对时间呐、啊，要做好时间。啊，那无吼，不但没有功效吼，有时啊，就是讲弄巧成拙嘛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时间嘞，就是刀刃吼、哦。那么嘞，咱的刀柄吼，压嘞，你爱等时间，就是讲等你该出手才出手，这就是拢爱靠你的理智啦。讲起来，敢那真深。但是一般咱逐天都在过安尼日子，咱逐天都拢在过安尼日子，是咱无该提出来作为在讲尔尔。其实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逐天是毋是咱拢面对的这个环境，无论你厝的人，无论你外口的人，我们都有这种事情在不断的在发生呐、啊、哈。所以呢。来，就是讲形象无法挽回原貌，难做事和决断的态度，却往往能够彻底来反映。就是讲，你和人的态度啊，你对人的态度，迄才是研究的。啊，你若一时的，敢那一个形象吼，初初看到你的外表尔尔吼，迄种还是你的表现是一时的尔尔，就是你的永久。保持这种态度，好的态度就是你的修养、你的品格、你的道德观念，你对人的态度是决定可以反映出来的。哦，这才是研究安尼吼。啊，你若是讲一般，你做人的长官也好，做同事也好，你若要把别人当做，你要当类人啊吼，就是你。必须懂得当猎物的心情，就是讲，当你要伤害人的时阵，你爱想讲，如果这句话人把你伤害，你要有同理心，就讲，如果人拿这句话对我讲，我感想安怎？你要骂人的时阵，你要指责一个部下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讲出的话，如果别人把你讲，你爱先想看卖讲，这句话呢？把人跟我讲，我感想如何？如果你若承受得了，你才会使甲别人讲安尼意思吼。所以你袂使讲吼，啊，我爱讲啥就甲讲啥，受不了是他的事啊。哦，那有一天是反过来，他还是会伤害你。就是讲，你的钱若是射到定的物件的，伊的反弹倒转来是射到你家己啦。哦，啊，古早人讲哦，杀人一万，神己三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你无论安怎杀别人，安怎救别人，算家己嘛是有三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讲，一定咱后摆啊，这出去，大家拢大官嘛，所以你讲话要非常注意啊，所以讲一定要注意这个代志，特别讲，啊，未叫你，人叫你卖退休，啊，你就该咧退休啊，哈、哦。有在想要退休无？无想嘛吼，啊，做到百二岁啦吼，吼，莫讲未前未到想退休啊吼，来，当过猎物才会亲子之道，适应孙承之道，就是讲你若时常予人刺激，时常予人欺负啦，所以你得懂得保护自己。足简单，我讲遮济。重点在哪里？就是讲懂得保护自己。亲爱的同心们，我就讲希望你们能够出去保护你们自己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那讲有理走遍天下，对不？咱一定爱有理，袂使无理去对待人，就安尼遮简单。但是咱讲起来苦吼，就是足繁杂嘛吼。咱一条一条来探讨，来懂得退后的人，才知道何时是才能前进。哦，就是爱低进退啦。咱咧做代志吼，逐工面对咱厝的人嘛是同款啊。为人咱一家非常和乐，为一家是安那乱吵吵，讲话咱大细声，逐工拢嗲嗲。我们从自己开始，为即马开始。啊，像阮家，阮就拢无咧大细声，
不准人家大小声。那么呢，我在日本来来回回四十年，我有学到日本的一些习惯。我嘛爱阮的囡仔，咱台湾人足客气的，啊，佫吼足微笑的嘛。啊，囡仔甲老爸老母吼，安尼很私人呐、啊，差不多花一起了啊吼，拢徛较远远的。啊，我是安那会有这种的感受。有一届阮阿母中风的时阵，伊有五个查某囝吼，啊，当然拢徛伫门窗头远远安尼。哦，安尼啊，你有较好无？安尼吼。啊，我因为我是医护人员啊，我爬起来门窗就好，啊，敲来敲去，啊，该抓东抓西，规身躯来抓起来吼。我无感觉讲哎，有啥物垃圾还是安怎吼？哦，阮阿母甲我学了甲死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迄就是呐，肌肤之亲呐、啊，咱嘞。小孩子，你一定爱定定家摸摸嘞。外国人，你看，看外人来都摸嘞，安尼亲一个在创啥？咱人啊，肌肉如果有碰触，当中靠迄个亲情，大家有认同无？所以，阮的祖囝的三四十岁啊，要转来，伊若无甲摸亲一个吼，袂当开门出去呢。啊，他们会自动哦，哦。啊，那你爸爸爱甲我摸金一个呢？啊，我讲后摆啊，我若死去，恁当面啊，死去恁来惊卖金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即摆啊，我乌也袂使惊啊，啊，你惊啥物？以前我袂惊你抱袂落，叫我抱抱，我才互你都得食呢，对无？啊，即摆就咧惊咧惊啥物？啊哈，好，虽然爱讲卫生来讲，不过吼，古早是安尼啦，咱的唾液也有营养啊吼。啊，那即摆去，咱就是。一定爱像日本人安尼，足有礼貌的，足有礼貌。日本人吼，足侪好处的，咱拢爱甲学。无咱要安怎做，做人的臣民，有礼貌第一，尽忠第一，全世界有礼貌第一嘞。日本人对无？清洁干净啦吼，也是第一啦。所以我拄只去便所吼，看到脏兮兮，我用的人要小心。人日本人用了出来吼。有对答地料，迄个伊七七都切进去吧。伊行后壁，入来人吼，垃圾安尼对人无礼貌。佮而且伊咪惊人看到咧，拄仔迄是对一个无水准入来。你知无？咱台湾人无这个观念，即摆有较进步啊，但是嘛，还佫差足远咧。所以咱若要做人咧安尼滴吼，我们要比别人好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哎，来吼。成王败寇不在于才能，而且是在智慧与忍耐跟毅力啦，哈。对，讲咱人要成功失败啦，你要做王还是要做寇，哈，就是以你的智慧甲忍耐甲你的毅力当中啦。所以这几句就是重点啦。咱出去一定拄到代志足多，吼，佮而且咱即马形成一个。组织了嘛，每一个人拢爱去招恁去活动啊嘛，啊，我们都有分配工作嘛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拢有去招恁在活动无？有个人举一下手者。我有去分段。哦，去分段哦，我你上骨啦。啊，有的，初级班还没有上的几个手。哦，他不那么，哎呦，你这种天才儿童哦。拢迄落博士班先读的呢吼，所以难怪吼，我讲的好像话听无啥有吼，所以也未感受到哦。啊，恁即摆吼初级班来了，你就要开始去进行运动吼。你把我这个课程吼，搁再记忆在心吼，天下无敌啦！要相信无？进课不得安尼啦，真正这是真功夫哦吼。因为做人的美感啊，就是讲迄个美感尔尔啊，要懂得去注意这一些啦吼。来，失误越少，成就便相对越多，这一点的嘛。你出去所做的代志，爱讲每一句话，你暗时啊想看卖，我今仔又讲唔对什么话，互什么人无欢喜无？自我检讨哦，所以你若是讲话失格差的机会愈多哦，伊失败就愈多。所以讲做代志唔对，人也可以原谅啊。讲啊，这不是安尼做，哦，歹势，我较无经验，啊，
你较会晓你做，那还可以修补哦。那你讲话吼，没有橡皮擦啦，敢会当搁加丰富的，会无？像阮写字写唔对，加七七的，会使无？人讲讲话就是安那，水跨落地，搁家己修啦。这是真严重，人唔只描述安尼对唔对？所以水若破了，地要叫你家己修倒转来是无可能。所以咱讲话咧，讲出去修袂转来，啊嘛无符合甲你擦擦。所以一定要讲对的话。你若讲话时常讲唔对咧，你失败就愈来愈多。没有策略的野心，就像临时额度无法维持跟长久。这是一个比喻啦，哈，对讲吼。你的政策吼，无即个，你即个无政策的野心啦，就是讲无计划想要得到的东西。那么就是讲吼，那像安你去刷卡安尼，即摆人拢刷到爆掉了，有无？里面没有额度，啊，你敢那一直该刷，刷到就爆掉了吼。即摆迄有做啥物卡迄啊卡债有无吼？那就是没有额度的印刷。就是讲，你内底都无存迄个苦，啊！你要改咩遐做？同款的嘛，讲你自己无迄个能耐，而且你又没有策略的野心，想要去追求你不该得的，啊！得一点避迄卡住啊嘛，哦，变卡住的意思。所以讲，咱呢要评估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该争取到的什么，咱争取到。你会有法度拥有它，安尼才有办法。所以呢，咱所有的中官，咱即摆出去话嘛是有可能过来做文秀市长，拢有啊。吼，甚至话还阁会升做副州长、厅长。咱就是讲吼，你一定爱坐着位啦，坐着来，你有坐着对一位，你家己感觉有适合的。茫去坐唔对位，坐你无能力的位啦吼。啊，迄个咱童心吼，免操啦吼。若不会是摕碟片来，甲咱咧后边吼换泡泡音，安尼家己扣起来，啊，当恁兜大家看。啊，若无恁兜的即个大电脑吼，啊，若袂晓来叫囡仔吼，家己电话高级班讲的课出来就拢有啊吼。啊，无伫写可能很累啦吼，会写了写袂出来啦吼。写袂交掉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来面对千军万马，存得志气，比放手一搏需要更大的。